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慧才、梁锦祥、车厘子。好，欢迎各位网友咧翻嚟咧收听我哋呢个浩浩汤汤节目嘅今日嘅第二节啦。咁头先咧，其实我就介绍咗所谓工地悲剧咧呢个概念咧，英文叫做 tragedy of the commons。咁 commons 咧，其实就系英国以前嘅一啲工地啦，所谓咧就唔属于任何人嘅，系公家，大家都可以用嘅。咁最普遍嚟讲就系嗰啲系可以放牧嘅草地，于是啲人就养羊。咁最后咧就过度放牧咧，就令到嗰啲即系草咧就食晒，又俾佢踩到死晒咧。咁卒之，其实大家都系受苦嘅。咁但系呢个咧，即系从一个所谓博弈论嗰个角度嚟睇 game theory 咧，有时真系无可避免嘅。系噶。系啊，咁又有好多就當然提出啦，就係點樣將佢嗰個私有產權啊，點樣係好清楚咁劃分啊、界定啊咁樣樣啦。咁喺某啲情況係做到，但係咧就我哋今日見到有一樣嘢咧，都做唔到啦。其實最大嘅工地悲劇咧就係全球暖化啦、二氧化碳排放啦。但另一個咧類似嘅就係海洋啦。咁我呢度咧略為講講咧，其實我哋而家海洋所面對嘅，除咗嗰個所謂暖化、酸化嘅問題之外咧，就係嗰個過度呢個捕魚嘅問題咧，其實。即係聯合國特別係嗰個糧食及農業組織啦 ，FAO 啦，咁佢啲數據咧已經好清晰咁顯示啦。全人類咧，其實咧而家我哋嗰個捕魚嘅船隊咧係即係有史以嚟最大最大嘅，而且嗰個裝備都係最先進最先進嘅。但我哋嘅漁獲咧，其實咧係逐年遞減嘅。即係我哋已經去到一個完全係嗰、那個。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嗰個地步啦，而且係由80年代末開始啦，已經咧係冇增長不得已嚇，係停滯不前，甚至咧係逐有遞減。咁你如果講嗰個量嚟講咧，可能有一啲地方都可以係維持到嘅。嗱，我哋講全球啫嚇，全球係遞減，咁有啲個別地方仲有增加嘅嚇。我哋記住啊，呢我哋講緊一個統計數字。咁但係其實你一路咁去嘅時期咧，全世界海洋咧其實已經係冇乜地方可以啲魚啦，冇地方匿。因为他们用晒嗰啲卫星定位啊，用晒嗰啲可以卫星图片知道个天气变化，用晒嗰啲声纳知道啲鱼群喺边啊，同埋用一个巨型嘅拖网啊，吓大规模一网打尽啊，亦都破坏嗰个海床好厉害啊。咁而家好多咧，其实比较大体型嘅鱼啊，就算即系各个唔同嘅种类啦，吓就系我哋最中意食嘅啲鱼咧。差唔多咧，其實佢哋已經捉下捉下咧，捉到嗰啲咧係好幼年嘅。呢個又好有趣嘅啫，你講開話題外話咧，因為而家以前發現咧喺啲古壁畫、古羅馬啲咧，以前啲魚係大到可以食嗰啲人嘅。係啊。呢、這個如果你以前覺咧，可能以為佢哋誇張，但係呢個其實係。应该是以真的以前的鱼是大过现在的鱼多。啱，冇错。即是现在的鱼大不到已经被人捉晒。是啊啱啊。其实我们呢亦都有一些的考古的证据呢、即是原来考古和环境很有关系的。我们看到有些呢是在海边沿海呢就靠这个捕鱼为生的人呢就但随着他们的人口膨胀那些村庄啊城镇啊咁呢你在个地层看他们吃那些鱼呢那些鱼骨都看到的个 size 啊。越小。啊、好底层那些呢就好巨型的那些骨是吧、但是为什么越上去即是比较近年那些呢你看到呢他越吃的鱼就越吃越小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大的呢其實俾佢捉曬啦嘛，咁但係以前嚟講咧，正如我即係之前喺《蓋亞的報復》嗰度講咧，就話呢個古代各個民族啊，各個文明對環境嘅破壞咧，係其實係不斷係出現嘅。但係佢出現嘅時期咧，佢如果嗰度真係破壞得太緊要，佢咪移去第二度咯，係嘛？譬如話我本來沿海住呢度嘅，但係呢度俾我捉到咁樣啦，於是我咪又去移去第二度嚇。以前冇人住嘅，咁我咪再嚟過咯咁樣樣。但係而家嗰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呢、這個以往所有呢啲咁樣區域性嘅嘢咧，而家變曬全球性啦嘛。全球性你仲搬去邊咧？係嚇、我都講全球嘅漁獲已經係下降，呢、這個就係 book 工地悲劇啦，或者咧搭便車。搭便車咪就係如果全球暖化就係話嗱，如果你大力減排咁樣咧，就對呢個控制氣候變化係好事啦，係嘛？咁變咗我唔使減，係啦，我咪唔使減咯。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大家都可能會感受到就係一啲唔係你嘅嘢，你唔會去錫住噶嘛。係啦。咁但係當你例如啲空氣同埋啲
海洋，你唔能够划开一坎坎分开每个国家嘅时候，大家就唔锡住。系啦，当然有一个所谓笑话咧，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就系话有班人好中意饮酒，即系成日约埋一齐饮。咁有一日咧，其中有一个有个好主意，就系话，与其我哋自己就咁带酒壶嚟啊，自斟自饮，不如咧我哋下一次咧就揾一个大嘅盘咧，将我哋带嚟嘅酒咧就倒晒落去，然后喺嗰度滗嚟饮，仲高兴啦。咁啊，个个都话好主意。点知呢个人翻到屋企咧就咁谂啦，咦？下一次聚会嘅时候，个个都会带壶酒嘅噃，咁我带壶水系啦，冇错啦，咁都冇人察觉啫，最多都系淡少少啫，系嘛？咁卒之佢嗰日咧就去到啊，个个将酒摆落去，咁然后佢不嚟饮啦，点知饮落口嘅时期咧，原来系清水，系淡到咩味都冇，根本冇酒嘅，大家都带晒水，但系最滑稽嘅地方咧就系话，佢仲要大声叫好酒啊，好酒啊咁啊，因为佢唔够胆。将呢个事实讲出嚟，于是即系咁多人一齐叫好酒，就喺度饮紧清水。嗱、呢个咧，其实呢个笑话咧，你可以话好好笑啊。但系其实咧，而家一个人类最大嘅悲剧咧，就同呢个笑话背后个逻辑咧，就系一模一样啦。啊，个个都系想搭便车啊嘛，啊 ，free rider 啊嘛，系嘛。好啦，但系讲翻咧，其实就关于呢一个头先讲阴谋论啦，啊，即系话究竟系西方嘅阴谋，因为第三世界嗰个阴谋啊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咧，有啲事实咧，我哋必须要指出嘅。其实你话呢一个全球暖化最主要嘅责任喺边度咧？其实好清晰。我哋从三个角度嚟去睇，一个角度咧就系话而家大气层入面多咗嘅二氧化碳吓，即系比起工业革命前期啦，梗系讲啦，主要系边啲人摆上去嘅咧？讲真，直到上个世纪末。差唔多系四分三咧，全部都系嗰啲西方嘅，即系发达嘅富裕嘅国家摆上去嘅，包括欧洲、美国吓、加拿大、澳洲啊，当然加埋日本啊咁样样啦吓。咁、当然加拿大、澳洲咧，其实佢哋嗰个人口咁少咧，嗰、那个摆落去就唔算话太多，但系其实以人均计咧，其实佢哋两个咧就系、世界差唔多系排名第一嘅，加拿大同澳洲吓。咁、所以我哋要小心个总量同埋人均量系两回事啊。咁但系咧，当然近呢十年有多啦吓、即系头先我讲话去到二十世纪末啊嘛。咁当然我即系西方世界即系嗰个占嘅比例或者嗰个份额咧系降低咗嘅、就唔系话佢哋排少咗。而是因為其他人排多了嘛，佢哋開始冇咁依賴自己嘅工業，就依賴其他國家的工業。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其實即係係啊，兩方面啦。一方面咧，佢哋其實好多嘅製造業咧，就係即係海外啦，離岸生產、offshoring 就去咗呢啲國家。咁第二確實咧，呢啲國家咧，特別係中國、印度啊、巴西啊，佢都發展起嚟咧，就當然佢一方面係為咗西方國家生產啦，但係第二方面佢哋自己亦都冇得賴嘅。你諗下，譬如中國過去十幾年多咗嘅車輛呢啲，你又唔好賴人哋你自己揸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嘅排放系大咗。咁大咗嘅时期，西方嘅份额相对咪好似少咗咯吓。但系讲真，呢、這个即系主要嘅祸系边个惹翻嚟嘅咧？其实主要系西方人，而即系按而家喺大气层入面嘅二氧化碳，主要系佢哋摆入去咧。所以即系按照呢个份额，按照呢个责任嘅比例咧，佢哋嘅责任系最大，系责无旁贷呢个第一点。咁但系第二点咧，嗱、呢个系讲总量啦吓，或者个 stock 啊，我哋叫做咧个库存啊。第二点咧就讲个 flow 啦。咁啊 flow 咧，即系话而家嘅排放率，排放率咧，其实美国佬咧。特別即係西方特別美國人咧，就喺幾年前咧就哇真係大事嚟去張揚呢樣嘢咧，就話中國咧就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嘅排放國。咁樣咧就係、最先嘅時期咧，就中國咧就係、即係激到生蝦唔跳咧，就係、起嚟呢個駁斥嘅。就嗰陣時應該係2006年，咁就話你哋呢啲數字唔正確。咁但係嚟到即係2008、2009、2011、2012咧，其實中國都唔再講啦，因為呢個都幾肯定噶啦。即係總嘅排放量咧，中國而家已經係緊緊超越咗美國，咁大家叮噹碼頭啦。但係我哋而家再睇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唔係淨係睇總排放量，就講翻頭先一個人均排放量啦，叫做 emission per capita。咁 emission per capita 咧，其實美國而家咧仲係差唔多接近每人每年20噸嘅，嚇、咁樣咧就比起中國嚟講咧係大三倍幾。之前咧就大四倍嘅，因为美国其实佢差唔多成个国家啲人都基本上系过紧一啲叫做 modern 嘅生活啊嘛，咁而中国始终有啲山区可能比较贫困嘅地方，仲系过紧一啲比较即系都系农耕式啊，比较即系冇咁工业化的。你可以咁讲咧，其实你话 modern 啦吓，咁我就会用富裕啦，但系富裕得嚟咧，其实背后仲有一样就系浪费添。系嘛，好明显嘅，其实即系美国人嘅生活方式。咁而佢比印度更加添，
其實而家美國嘅人均排放量咧，比起印度咧，係講緊大十幾倍嘅。其實印度都比中國細好多嘅嚇，因為你知道咧，有人講就中國咧就叫世界工廠，印度咧就叫世界辦公室、The World Office 一個就 World Factory。咁所以因為佢唔係走嗰個大量嘅即係生產業嗰、那個，佢主要做 software 嗰度。係啦，冇錯啦。咁佢個排放量相對咪低啲咯，係嘛咁樣樣。咁但係所以你諗下，如果以人均排放量嚟講，其實真係而家嘅西方國家仍然都仲係。即係你可以話領先，但係呢個唔係好嘅領先啦，但係即係話係排頭位嘅嚇，所以佢個責任係咪最大啊？你如果你話真係減排嚟講，我個睇法就係其實大家都有責任咯，因為其實例如你個工業嗰度咁，你去製造其實都係即係有份用嘅，其實都有呢個責任，所以西方當然有責任啦。冇錯。咁但係可能大家可能網友都會比較批判就係中國其實係一個好即係點解啲污染做得咁差係佢自己，因為好唔 effective 咯，即係可能做同一件事，完全中國做呢個 Cherry 講我都要講多少少，我好啊好啊，有啲朋友都喺國內做嘢啦。咁國內而家咧其實政府係好鼓吹環保嘅。咁佢每个地方嘅政府都有个环保局㗎。係。咁但係环保局出嚟嗰个做一样嘢系咩呢，佢专罚人钱。咁呢就如果你真係想做啲环保嘅嘢呢，环保局系唔想你做，因为点解呢，你真係做咗之后佢罚唔到你钱。唉，真係。咁所以呢个就系个政治现实啦。我諗嗰个中国政府嘅高层嘅主观愿望呢就反映唔到喺地方嗰度。嗱讲返中国呢，其实我都可以补充少少嘅。我喺我一本唤醒69亿只青蛙入面呢，我有提到嘅，即系分析中国嘅政策。其实就好明显呢系类似30多年前嗰、那个邓小平嘅改革开放。我哋叫做两头热中间冷。两头热点解呢，就系、是、一就系、是、最高领导人其实佢系热衷于呢样嘢嘅，因为佢完全明白嗰个问题嗰个严重嘅程度，即系佢都 foresee 到，即系胡锦涛啊、温家宝啊，佢哋完全知道晒系几咁严重。你唔做嘢咧，就真系啊，即系又系嗰句啦，讲嚟讲去好老土啦吓，唔环即系你环保就亡党咯，唔环保咪亡国咯，系嘛，即系一样啦吓，反贪咪亡党，唔反贪咪亡国嗰挺咁嘅嘢啦吓。其实就系呢个问题，但系佢都知道噶，即系其实完全知嘅，胡温系完全知嘅。咁你话市民大众嚟讲咧，亦都有好多啦，因为佢哋深受其害。嗱，舉個例啦，譬如嗰啲河流污染，係啊，呢個就差唔多落到要去群眾嘅運動噶啦，係啦，直情係啊。譬如話佢嗰啲化工廠咧，係啊係啊，澳門試過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啊係啊，嗰啲所謂叫群體事件啊，佢哋叫做，即係佢因為咧佢排放嗰個即係做法咧相當之原始，佢直情掟係掟落啲河度算嘅，完全係損害一般老百姓嗰個健康。呢個其一啦，另外咧就係譬如話做。電芯嗰啲咧，係有啲係直接係令到啲工人係即係 poison， 即係係啊，即係中毒啦，中毒啦，係啊，嗰個係處理電子廢料啊，電子廢料入面好多重金屬啊，係啊，好多嘅。所以成個中國嗰個環保嘅問題咧，即係起碼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係遠比西方嗰個嚴重。嚴重係 in what sense 咧？就唔單止話呢個即係碳排放問題。是个地方政府是由于同呢啲商业系挂钩得好。是啦是啦，你甚至讲得叫勾结啦。直情系你嗰个市民本身嗰个日常嘅食水、空气。空气。食物安全啦、以至嗰个小朋友即系细路仔嘅成长，因为而家国内咧好多地方，如果系嗰啲河流污空气污染，原毒系啦，原毒呢样嘢你唔真系到啊嘛，系啊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到咧，而家近期啲中国细路仔出现好几个好特别嘅情况，其一咧就系啲小朋友好早熟，系啦，呢个奶粉就俾啲啲刺激素太多，刺激素太多，啲女士。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呢两日都睇到啦。就係、是、咧，就係、是、瘋狂打點滴。呢個我唔知啊，阿財哥我都唔好熟喎。你真係得啖笑真係。呢個你睇嗰陣新聞啊嘛，就係咧，即係到到考試嗰陣時候咧，就全個班房啲人咧插曬，插曬啲打曬氨基酸，唔知喺度做乜。哇！真係離曬譜，得人驚啊！真係。咁第三個財哥一定要講嘅就係嗰個抗生素嘅問題。哦，係啦。呢個抗用抗生素好嚴重啊！呢個抗生素係兩方面，第一樣嘢咧就係人都食抗生素，即係你有少少病。第二咧就係你養嘅。动植物咧都系俾大量都有抗生素啦，呢个系包括大闸蟹啊、蛇，系我听闻蜜蜂都有，系呢个咧就唔知点啊迟咗，即系你入唔入环保数我就唔知啦，但系全部都有关噶啦，其实一铺过咧就即系好嚴重啫，相對。所以而家咧，其實都係因為佢係盲目追求經濟發展啊，而講真，而家即係嘅即係統治階層咧，根本係唯得。是一招的法宝的，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个认受性的了嘛，在意识形态里面他也都放弃了的了嘛，所以他唯一的法宝呢就是增长，
增长再增长，佢只要个增长唔好话停顿啊，稍微放缓咧，其实个政权都会不稳吓、啊，就会系动荡不安嘅。即系其实佢哋全部都系维稳至上，即系保住自己个位置就至上。唔系，但系呢啲个别嘅问题，事实上有能力处理咁样。举个例啦，嗱，今日开始、即系我哋做节目嘅时候，我今日睇到咧就系、是，即系已经下令严禁抗生素嘅使用。系唔系有啲嘢或者可以嘅，但系有啲最惨咧，阿台长系咁啊，就系、是、我讲翻，譬如你个2008金融海啸之后咧，温家宝。话要保八咧个增长咧，就即系嗰个两头热中间冷就点解咧？就系、是、你头先讲过啦，最高层其实系完全明白个问题嘅严重嘅程度，佢系即系真系有决心想话改变嘅。即系唔好问佢嘅动机啦，但系总之佢知道系啊，你唔好理啊，系嘛？即系佢可以带量你冇嘅，咁佢都系我哋炎黄子孙嘅一份子，佢都唔想我哋国家系嘛？即系佢始终佢想维稳。咁但系另一方面，佢系共产党，佢系想统治。唔系呢两个我哋唔需要去，我哋唔好讨论呢一个。始终有一样嘢，佢唔能够逃避，就系佢要对历史负责任。系啊，冇错。你舉例，呢個現實嚟嘅。到59年嘅大躍進死幾多人？係啊，你唔講，我到依家我哋都人，即係都仲唔到你唔講嘅，唔到你唔講。好啦，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就講到就話，即係另一方面嘅熱就係嗰、那個普羅大眾啦、老百姓啦，係嘛？但係點解會中間冷咧？中間冷就係話，因為到而家為止啊，你嘅政績啊都係以 GDP 嘅增長為一個最終嘅指標嘛，都係同經濟增長掛鈎啊嘛，係咪？所以所有嘅地方嘅官員咧嚇，即係省級啊、縣級啊咁嘅，佢反而咧。就是说你要怎样保八呢？保八其实你在即系你话带动内需，其实系好有限嘅。咁你嗰个出口又已经放缓咗咁多啦。西方咁嘅时期，佢话盲目继续投资咯。哦，其实呢个都唔单止嘅，你做多人哋唔会做人哋唔敢做嘅嘢。系啊系啊，你有咩核子废料嚟我度啦？你系做呢啲嘢而家，譬如稀土嘅开采咁样，系啊，其实系好大破坏环境啊，烂晒自己啲地就为咗搵啲稀土。咁所以个问题咧，即系话讲佢哋甚至要搞啲叫政绩工程啦，我哋叫做系嘛，咁样咧就啊，好似有好多建设，咁于是我哋计落去个 GDP 度啊。我去年我又有8%，甚至我超标8.2添，咁假设啦吓。咁你所以咧，其实你解决唔到。其实头先台长讲得好冇错嘅。如果你睇个法例嚟讲咧，其实我哋中国嗰啲环保嘅法例，过去十几年咧，系真系世界上差唔多系 number one 咁滞嘅，即系拍得住欧洲甚至北欧国家，系肯定好过美国嘅，好过美国。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中国佢始终佢唔使太考虑嗰、那个即系。叫大系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啲西方人甚至就係呢個話啊，好羨慕中國添嚇。Thomas Friedman 啊，即係寫《世界是平的》嗰、那個，佢話：如果我哋俾我哋美國只係一日啫，我唔求多，係一日好似中國咁就好啦。即係話我哋唔使咧，就係、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啦，咁樣樣係嘛？即係美國你知共和民主兩黨拗撐死嘅，但係當然有人同意。但係佢唔知道 Thomas Friedman 有一樣嘢唔知道咧，就係冇錯，你睇佢樣好似好有效率係嘛？即係專制嘅體制，梗係好有效率啦。大鑊起上嚟好大鑊，但係冇錯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冇錯，佢唔一定啊，即係所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但係個問題，佢有法就不依，依法。就不嚴啊嘛！哦，咁其實你講緊香港都開始有人想做教呢套啦。事實上係咁樣樣啊。背脊兩心心。咁但係我仲想講埋第三樣就係嗰個歷史責任咧。其實咧就係講嗰個財力同埋嗰個科技。系嘛？你谂下，而家嚟讲，你话面对全球暖化啊，节能减排呢、這个咁重大嘅挑战嚟讲，其实你系需要好多嘅财力，吓、好雄厚嘅嗰个嘅财力啦，同埋咧，你系要好多嘅新高新科技嘅。咁你谂下，边啲国家系最有呢个财力同埋高新科技咧？吓、啊，即系当然呢个我系应该系用唔计债务嚟讲啦，我当唔计债务先啦。如果计债务冇得讲啦，计债务美国一早已经破产噶啦，系嘛？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实际上以讲嗰、那个啊，即系经济嘅实力嚟讲啊，同埋嗰個科技嘅實力咧，一定係西方呢啲國家咧係最高嘅，所以頭先呢三個大嘅理由咧，都即係令到佢哋係責無旁赦嘅。而事實上喺京都議定書1997年咧，而家講即係15年前咧，其實已經寫咗噶啦。Cherry， 頭先你講嗰樣嘢咧，你話其實大家都有責任，呢、這個大家完全明白嘅。但係咧，佢嗰個英文係咁寫嘅，佢就話咧，我哋有一個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y， 佢、中文咧亦做咧系共同，但系有差别嘅责任。嗱，而家呢句说话咧，你谂下15年前咧，当时喺京都160几个国家咧，大家拗咗咩几耐先写出嚟咧？佢系经过深思熟虑嘅，即系话共同就系话，因为其实咧气候系无分国界嘅，系二氧化碳排咗出嚟咧，就周围都去到嘅，系、嘛？所以其实一定要大家努力，净系少部分人努力系冇用嘅。咁、呢个系 common， 但系 differentiator 即系有差别嘅咧，就系头先我讲。
三大原则啦。所以点解你第三世界啲国家会 blame 你哋啲第一世界国家？事实上系、就是、因为根本你哋有咁好嘅条件，你哋都唔去实行，净系得个叫字。冇错，你讲到呢度，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你。不过虽然大家冇预定，但系研究咗咁耐，我都有一个疑问。嗯，就点解喺个市场度咧，即系所谓呢个资本主义嘅市场度咧，佢唔会系即系有呢个诱因系产生到，即、就、系、是、去推进进到一啲。發展到一啲保護環境嘅一啲產品出嚟，舉個例啦，譬如話電動車咁樣，係咁就如果我哋跟住我哋傳統讀嘅經濟101咧，就係、即係當你個需求喺度嘅時候，你自然有呢個供應咯。咁節省能源或者甚至係唔用呢啲，即係用更加多再生能源嘅產品，點解佢嗰個喺個市場度咁難成？其實呢個咧有好多人研究過啦，特別係嗰個電動車咧、雖然我咧要睇下比亞迪有做，不過做極都唔見蹤影。比亞迪間公司本身好有問題啦，係嘛？但係因為嗰、那個問題咧就係、是首先有一套 documentary， 我就知道佢好耐，但係我而家都未買到嚟睇嘅嚇。其實可以去訂嘅，去啲大嗰啲嚇，去啲鋪頭訂，就是、叫做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就係叫做啦，係啦，點解呢？原來呢樣嘢呢係真係完全啲人呢係處心積慮，係有部署地呢，佢係抵制呢樣嘢，扼殺咗呢個電動車，係扼殺呢樣嘢㗎，就係嗰啲巨大既得利益集團囉，就係嗰啲而家嘅汽車商囉，石油嗰啲，佢哋全部就係短視啦，係咪？因為佢哋呢，因為佢哋睇嘅係季度嘅業績咋嘛，係咪？哎呀，除咗根據你咁講，以你嘅認知，其實呢樣嘢係technically 喺技術上係可行的，可行嘅、哦，可行嘅、哦。其實即係一陣間咧，我第三節我會講多啲啦，就即係話究竟我哋有啲咩方法嚟去應對呢個問題咧？我哋有好多科技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就係回應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到而家嚟講都仲係個發展咁緩慢咧？因為你諗好簡單，就係、是、石油已經去到成100元或者 over 咧。喺2008金融海嘯之後，之前咧係升到147元桶，係歷史新高。啊、如果你話即係呢個高咁高價嘅咧？即係照我哋讀經濟嘅，一定好應該有嗰個叫取代品啦，係好 substitute 啦，係啊 incentive 去有，但係唔係，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所以而家呢個市場係完全一個扭曲嘅市場啊嘛，同、埋我哋而家所有嘅能源嗰個價格咧，係根本係嗰啲政府用咗呢個納税人嘅錢啊，就嚟去大量嚟去進行補貼嘅一個價格，係一個唔正常價格，所以我哋好多時話即係啊市場解決到問題，但係你呢個假設嘅市場係一個真真正正嘅自由市場，但係而家呢個係一個扭曲嘅市場，我哋嗰啲價格全部係根本係俾緊一個極其偏低嘅價格，即歸咎唔係 blame 個自由市場咯，係啊，根本個市場都唔自由，根本就唔自由，咁所以咧政府係責無旁貸咁，但係個問題而家我哋知道嗰個政府啊，即使係你以為民主政府就應該係順應民意，係為人民謀最大嘅福祉啦，但係其實好多人都指出嚇、即係以美國話號稱即係世界即係最大嘅民主國家咧，根本佢已經係俾呢啲大財團、大財閥咧係挟持住，根本甚至係受佢哋嘅操控嘅，系变咗系佢哋嘅发言人、代言人咁样样。咁讲翻石油嗰样嘢咧，我想趁呢度讲一讲啊！真系，其实关于个石油产峰咧，喺上世纪50年代咧，有个地质学家咧已经提出呢个 peak oil 呢个概念噶啦，就即系话咧，人类因为一路咁样开采，又系一个复式增长，唔好忘记。咁、个地球嗰个石油嘅蕴藏量好明显，一定系有限噶啦。咁有限，究竟个限量系几多咧？以佢当其时嘅地质嘅勘探嘅知识咧，佢就话咧，可能过得咧大概。系几十年之内咧，我哋就会达到呢个咁样嘅呢个生产嘅峰值噶啦，咁样。咁自此之后咧，其实就拗得好紧要，好多即系地质学家。但其实中间咧，头先都讲过啦，牵涉到有政治、有经济、有啲企业嘅利益嘅。但系到到今时今日嚟讲咧，好多人都觉得呢个 peak oil 咧系已经唔能够再忽视，甚至有啲嘅学者已经话我哋已经过咗添。有啲话可能系2005年嘅时期已经过咗啊，或者就算唔系2008年，其实我哋已经过咗。就即系话咧，我哋每去。烧一桶，应该咁讲，我哋而家每平均我知道咧，譬如你话每搵3桶嘅新嘅燃油啊，吓嘅蕴藏量咧，其实我哋系烧紧4-5桶嘅，吓、即系你根本系补充唔翻嘅，而且你搵紧嗰啲石油咧系越嚟越难搵嘅、即系个开采越难嘅，记唔记得旧年喺墨西哥湾？嗰、那個海外轉油台，哇！嗰、那個咁樣嘅漏油嗰個大災難，太過恐怖啦、那個。其實咧，我哋好多專家都話咧，其實將來呢啲咁樣嘅災難咧，應該會越嚟越頻繁，因為我哋嗰啲石油咧會越嚟越難開採，咁、個價格只會不斷升高。係，咁你諗下，其實佢喺2008金融海嘯嘅時期咧，由147.7咧一跌咧就跌到39元桶。
但是你想想，现在其实由零八金融海啸到现在，世界经济复苏得很紧要咩？不是啊，是不是啊？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又已经过百蚊桶了，由39蚊桶又升回过百蚊桶了，是吧？其实呢，即是你望落去呢，根本你话十年后啊，二十年后呢，我哋随时可以睇见呢係200蚊桶、300蚊桶。甚至可以去到500蚊桶、大家听住我呢句说话呢、几年后呢睇下我有冇讲错啦。咁、但係呢嗰啲人仍然呢係揽住唔放，仲要去开采一啲呢係非常之难开采而即係极其污染环境嘅。咁呢度呢我想趁呢个机会呢即係大声疾呼，就係、我哋香港有份。就是和記黃埔、因為呢原來我們這個和記黃埔和李嘉誠呢是、我不記得是哪一年、但總之呢他們已經是收購了加拿大一間 Husky、是啦，一個很大很大的能源公司，就叫做黑斯基的能源公司 Husky Energies， 是吧、HUSKY Energies 呢，而他現在呢也就是在加拿大的艾柏塔省的北部那裡呢，是一個很廣闊的區域呢，開採緊一些叫做油砂的東西，叫 oil sand、但這個開採呢其實是非常咁破壞環境和污染環境的。其實個油砂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個油砂呢就是它入面是含有這個的原油，但是呢是要花很多功夫來提煉的，它大部分是砂來的，它大概呢就只有 10% 左右呢就是那個物質是含石油，咁佢係要咧就係、要清理曬啲，即係佢挖掘得出嚟啦。清理曬雜質，係啦，清理曬啲雜質。如果油價唔係咁貴，基本上佢哋唔會開採。啱啊，其實以前咧冇人會諗到嗰啲係有經濟價值嘅、因為佢開採嘅成本咧實際上高過個市價好多。廿幾蚊油桶，廿幾蚊一桶嗰陣時咪唔會開採咯，一定唔會開採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啲人就唔理咁多啦、就話因為而家貴啦嘛，過百蚊桶啦嘛，而且將來只會更貴啊嘛，咁、佢就投放咗大量嘅資源。而加拿大咧係即係令人非常之氣憤啦，嚇，亦都真係好可悲嘅，因為俾人嘅印象加拿大好似係好環保嘅國家，但係佢就批准咗呢啲咁嘅大企業咧，就喺佢哋嗰度開採，因為個巨大經濟利益，亦都咧其實美國啊對石油嗰個嘅需求好大，好多人以為即係美國嚟講最主要嘅石油就來自中東啦，係嘛？但係佢唔知道原來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就來自加拿大嘅，加拿大提供嘅石油咧同中東差唔多嘅啫，咁、所以佢而家喺一個咁大壓力底下咧，佢就要開採嗰啲油砂，咁但佢係咧就造成好大，因為嗰度有好多咁樣嘅即係北方嘅樹林啦、啲森林啦，就俾佢破壞曬啦。嗰、那個地表嘅表面咧，亦都係咧俾佢搞到烏煙瘴氣啦。咁啊，同埋處理呢啲廢料咧，就佢話根本自從佢開採以嚟咧，佢呢啲咁樣嘅廢料咧，已經係可以足夠填滿咧，係超過100萬個奧林匹克嘅標準泳池啊！是好离谱的，同埋仲有好多污染物系出到嚟，即系两头衰咯。嗰、那个地方又俾佢破坏咗，跟住砌造啲垃圾又破坏另一啲地方。同埋佢仲有，佢系好嘥水嘅。咁、水你知嘅资源几紧要啦，同埋第二样佢系好嘥能源嘅。佢而家差唔多就话咧，佢要提炼3桶呢啲原油咧，佢要花2桶原油嘅能源。即係好唔 effective， 好唔 effective 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身為香港人咧，係真係引以為恥嘅。因為我哋原來而家係參與緊呢樣嘢，係嘛？好，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呢個問題。